现在是快11点钟了，这个爷爷就一直在为公共区域清扫垃圾。爷爷，您多大年纪啊？77。77岁。昨天晚上的时候11点钟就看见了一个老爷爷在那儿扫地，我当时被这一幕的话真的就感动了。看到这个爷爷走到他的前面的时候，我就认出来了，就是那个有健忘症的爷爷。出去了以后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了，但是有好心的病友看到的话就会把他牵回来。对，我们这个有一个大群，就说如果再看到这个爷爷的话就会把他送到他的床上去。我说你怎么想到要扫地呢？他说反正也睡不着，就出来转一转一转。他可能把他这儿当成了他自己的家，他非常想他的家人。